是买家嘛，反正我能出价，我肯定也愿意买。啊，这种的，啊，这矾红的吧，可能。嗯，有点点瓢啊，叔。还行吧，你看晚清都是这手工嘛。残了呢，有瓢这，有一点瓢。您这多少钱？1200。能少？你给1000拿走。我看不到那么高。啊？700。你给的我价瓢了。你给我价我都拿不来呀、啊，兄弟。您让我看，这是原配缸吗？不是，反正买的就是这。啊，都是老盖儿。哎，盖子不是原配的。不是原配也好着了，你就买个这，你全都买底下，都赠送你。无所谓原不原。盖子还冲了，冲了，那我看不到价呀，是吧？看不到价，其实还是觉得您这碟子好。啊，碟子价好吗？你这给900吧，拿走咱。那我以为是个盖碗儿。无所谓，这现在的没东西，拿贵的和啥一样的。4000不行？哎，真不行。1000的给多少？啊，4000肯定不行。真的能给你我都给你了。我知道知道，您一看就懂，啊、东西都好，啊、东西好嘛，没挑剔的。哎，那个壶是金鱼壶是老的吗？对啊，金鱼满堂啊，13000。您说个价呗，要看能买得动。哪个？金鱼的壶。13000，啊，真的给到10000，我不想卖那个。好吧好吧，那是个精品，金鱼满堂嘛。确实，啊，老壶画的也好。行吧，我先转上去、啊。好嘞好嘞。好嘞好嘞，再转。这个盖是原配的吗？这原配。乾隆的，哎，这个好看啊，小将军罐儿，这种得多少钱？这得7000，乾隆的，7000其实还行，肯定嘛，清三代嘛，你看，嗯，完完整整的，没有毛病。你看现在小那么大的小乾隆小罐儿都卖、哎、小气大样，6000几千啊，没有将军罐的特别少，啊，这种罐子多啊啊，老宋转转哈，好好好好啊，我再转圈儿说，行行，谢了啊，再见啊，嗯、行。哇塞，金色的太子换的机了，我又不是那啥太子，看一下，毕竟是个鱼的嘛，是吧？三鱼嘛，没问题。本来三条鱼，这儿个小窑缝，问题不大。现在收个这都不容易了，好嘞，这个我给你拿，真是不容易。我这个呢，一针一针的。哎呀，这三五年了，您这都气了。这个型儿还行。最贵种。很贵种，对。寿命不是100，是磨出来的。保奖，它就是这点黑皮儿。文革。你给咱俩3000，咱俩人出3000，但是咱俩心中还弄不出来。嗯，文革壶。你这个细节，这个是做的一些草，对，它可能两脚飞没有这个起码还有点型，哥咱俩，咱们赔钱就便宜，咱赔点，保赔太多东西，赔不出来不划算。交给你卖对了，就是确实有点，你就给3500，哎，能成，3500卖，要350卖，胡好着。上次见了个镐石灯，你挨个要也要700，我说你有镐石灯残成光子，这个700有点过了。好，哎，这也就转了一大圈啊，这两天的集都挺大的啊，这整个这开年到现在刚开始有这个地摊儿，人也比较多，但是呢没买到啥东西啊，这今天呢总算没白过，买了3件东西啊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第一件就是这个，这是一个黄杨木的小烟档啊，年份应该入清了，这个我不是很懂啊，我才开始学杂项，但是东西新老我是认识啊，这个东西就给你感觉很有味道。好玩的是这个小狮子嘴里边还有个小球，哎，能摇动，特别有意思。这东西我记得上次我在老叔的店里边，这个是耳朵这块有一点磨损啊，看到一个类似，他给我开3500对吧，我那期视频应该是出了，这东西很贵的，但是这碰到咱自己人了，450块钱，属实很便宜啊。他说是黄杨木的，如果是黄杨木的话，这个东西就捡漏了啊，因为黄杨木没有大件，黄杨木长不大。我现在见过正儿八经的大的黄杨木就这么大一个，也是朋友那里的一个灵芝的一个抓挠，这么大一个，也就这么大，剩下都是这种小东西。黄杨木其实是非常好玩的一种东西啊，它很温润。
这是一个这个。你看看这种东西，你就感觉什么叫味道啊，很有味道。再买了一件就是这个壶，对吧？我离远点，大家可以看，还是很端正的啊。年份是60-70年代，应该就是文革时期的一把壶，然后很开门，对吧？为什么是文革？大家看，一般看这块有这种款，这种款一般都是在文革左右的东西啊。然后其他就没有什么可多说的，里边是七孔，对吧？七个眼，七孔，这种竹节壶，这个壶做的还是比较精神的，比较型的，便宜，350块钱，属实很便宜啊。现在这种壶一般地摊上的这种文革壶做的稍微的不是那么的好，次一点的地摊上给你开700，这个350很便宜。上次去他给我要700，没还他价啊。这次可能是因为新年要开张，350就卖过了。还有个就是这个，一个这个海水鱿鱼刻划花的一个小盏，年份应该是北宋的晚期耀州窑的，这个也很便宜，600块。今天怪了，昨天那么多人逛了一天啥也没买着，今天好家伙，帮帮帮买3件，而且价格都特别的合适，很舒服。好吧，这次就买了这么3件东西啊，也算是捡了个小漏，真的算捡了个小漏。我是爱收藏的天元，喜欢我的视频呢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